食剩的年菜营养素更高，吃料理袂当一直烫。过年为了大鱼大肉真澎湃，吃袂完过年搁烫来吃，袂讨债。说你哦，有一个菜袂用一直烫，吃了恐惊伤心。营养素讲，亲像火锅、鸡汤、鱼汤、佛跳墙，吃汤品一直烫的。骨龄的变悬，经过身体代谢变成尿酸，造成急性的痛风。叶菜类蔬菜呢，一直汤也会放出亚硝酸盐，啊，真正不得已一定爱轻青菜，得卖食叶菜类，该食根茎的零零、菜瓜、菇类、甲海菜等等。凉拌的海鲜、青菜沙拉，上好当日食完。你这几天来食伤营养，你后要减肥要安怎做嘞？有糖尿病、体重破百、黄型破树心，为着要减肥，竟然把番麦当作正顿来吃。每天吃番麦，要一摆三支，结果愈较肥，搁血糖飙高呢。营养师提醒，番麦呢不是蔬菜，一支呢等于一碗八分满的白饭。亲像淮山、芋仔、薏仁、绿豆甲红豆，嘛是常常予人当作蔬菜的淀粉类的食物。爱减肥，安怎食真重要。咱头一嘴莫先食饭，咱头一嘴会使真食青菜，吼、哦、啊青菜食了，咱则食寡鱼啊、肉，然后豆干、两只两白质的物件。啊上落尾呢，咱饭则搁做伙落去，千万莫食伤紧，爱大家食四角鳗鱼，这是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咯、哦。地方中心，台中报道。